眼睛也没这么小吧？你长得哪里像我了？你长得这么丑。我得赶紧想办法让他吸引陆子辰才行。先从穿衣服开始。是要干嘛？送给你的，试试。送给我的？你送我衣服干嘛？我问你啊，你平时在面对陆子辰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会觉得有些紧张？嗯。那是因为你们地位相差悬殊，气场相斥。送给你这些东西呢，是帮助你提升自己，建立自信用的。这也太不像我的风格了，我穿着不合适啊。眼睛也没这么小吧？你长得哪里像我了？你长得这么丑。我得赶紧想办法让他吸引陆子辰才行。先从穿衣服开始。起来是要干嘛？送给你的，试试。送给我的？你送我衣服干嘛？我问你啊，你平时在面对陆子辰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会觉得有些紧张？嗯。那是因为你们地位相差悬殊，气场相斥。送给你这些东西呢，是帮助你提升自己，建立自信用的。这也太不像我的风格了，我穿着不合适啊。你又要干嘛？我答应你。答应我什么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答应和你交往。你早跟我说你喜欢我就行了嘛，那我就不用考虑什么陆子辰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呢先名义上在一起，然后我再无情地把你给抛弃，这样一来你也算是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了。哦，然后你也自由了。嗯，可是我不喜欢你啊。怎么可能不喜欢？
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我真的不喜欢你。那你等一下，你不会是在跟我表白吧？没有啊，本公子怎么可能跟你表白？你刚刚就是在跟我表白。哎，等一下啊，再来一遍，我录一下。我这个人这辈子从来没有人跟我表过白，而且我也没有拒绝过别人。你再说一遍。出去。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不可能啊。真的不是我。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，本公子要去确认一下。小蝶，小蝶，连梦见本公子都如此开心，还给我在那装，看我明天怎么拆穿你。拿着你的臭钱给我滚回古代去。